在土耳其哦，看足球比赛是一个文化，超级多人。现在呢，我们越来越接近这个足球场哦。你们看到、哦、音乐非常的热闹，在这边，气氛呢相当的热闹。Kim 也是一直跟我说：“爸爸，足球等一下会有多少个人？”他也很期待。而且呢，我卖的那个位置也是我最好的位置了。我们要去的这个足球场，你们看，这种哦比赛哦，很容易听到很多的脏话，超多超多脏话，我女儿应该会吓一跳。尤其是如果是在今天晚上的比赛，我们得分的话呢，整个现场会爆炸。又来了，你们看，又来了。各位朋友们，刚刚呢、哦，他们拿走我的机器，他们说不能进去，所以呢，我现在的部分呢，要用手机来拍。哇，我们在里面了，找到了我的外甥，就是这个。我们Galatasaray的 2K Telecom Arena， 气氛真的是太强了。等一下呢，差不多还有25分钟的时间。等一下比赛开始的时候，所有的粉丝都要开始大声的唱歌。冠军联赛的这个联盟的官方音乐，每次他们放这个音乐的时候，说真的鸡皮疙瘩非常的精彩。现在开始念我们今天晚上的足球明星11个人。
现在开始了。今天晚上看的足球比赛结束了，虽然Galatasaray输了，但是我个人觉得玩得很开心。Ekim也累了，然后呢，我妹妹的老公他们也玩得开心，我的外甥也很开心。其实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晚上啊，因为在土耳其有很多这种我们的联盟里面的足球队，常常跟一些欧洲的足球队比赛，每一个比赛啊，有不同的感觉啊。然后呢，也有一些很多的国际巨星啊、明星、足球明星来土耳其，其实一种文化嘛，已经说过。今天晚上虽然输了，但是我是觉得很值得，一切都很值得。我们的位置很好，玩得开心。希望下次呢，有机会可以带我老婆体验这样子的一个环境。好了，现在要回去饭店，好好要休息。今天呢，特别拍这个影片，分享给你们一个土耳其。国际级的一个足球的气氛，希望你们也喜欢。订阅我的频道 OK， 不要忘记哦。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的频道，期待下一个影片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